透过我们的 FB，透过我们的 FB 看直播没有声音，立刻回馈给我哦，因为我现在正在想办法抓线，我在抓到底哪里漏，抓漏，我正在抓漏中，所以没有声音。现在有声音对不对？可是现在的声音应该是很弱的声音，没有，哦，还是没有声音。好吧，那我交给我们家气质李文处。 短时间没有声音，大家就直接跳到中广 APP，或者是打开你们家的收音机，有声音咯，已经有咯，哦，好好好好好，很好很好，好啦，赶快要看直播啦，因为直播更精彩。好，所以等于是在他们家雪人兄弟的冰品店里面，你可以感受到四个温度的甜品。其实也从来没有人这样子跟我分析、欸，耶，我只知道在买冰的时候，有人问我要去冰少冰。 对不对？对，温度感。<那>嗯、我们家的东西就是选择比较多，因为像搓冰的话，嗯、我们冰块还有分粗的跟细的。我知道你们家的搓冰好好有趣哦。对，因为有的人他是喜欢咬到那个颗粒感脆脆的，可是不会渣渣的啦。对，那有的人就是他喜欢入口即化比较棉的细冰。可是你们家即使是细冰也不会拉拉变成水哦。对对,對、欸，我就要讲老一笑。<笑>听众朋友，你们有吃过那种细的搓冰拉一下之后就变成满盆的水吗？ 其实冰的颗粒有学问，对不对？对对对，像我、uh huh. 你看，我今天带了这个这个串冰啊，看哦我，我已经，你已经离开你们家雪人冰店多久了？对对大概四十分钟吧。四十分钟是有，打开来给我看是水还是冰？还是还是有冰了，有冰。<对>好，我今天其实很幸福哈，我本来在夏天的时候就已经邀请同城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就雪人兄弟的，嗯、呃，你是算大老板吗？ 算我是哥哥啦，我们就是一起的。哥哥是大老板，二哥是二老板，<laughs> <laughs> 还有我弟弟啊。我要给大家看我有多幸福。<laughs> 我其实是本来夏天的时候就邀请同城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了，可是同城说瑞永姐夏天好忙哦，我没有时间呢。」我们可不可以天气冷一点，客人少一点再来？所以今天他把雪人兄弟的冰店搬到我们超级美食家了。<laughs> 他今天带来的是二四六七七种料。 呃，其实不止，对不对？我看后面还有三碗冰。这个这个是热汤，热汤哦。对。所以他带了七种配料，三碗热汤，然后带了一个细串冰还是粗串冰？这是细的还是粗的？这是细的。这是细冰。对。然后还有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有机梅果雪花，是雪花冰。有机梅果雪花冰。等一下，我们家气质丽文欧德的冰在哪里？他已经拿去吃。可恶！哈哈哈他在后面。我们家气质丽文说：“瑞瑶姐。” 我付钱多买了一碗冰要吃，然后他说呢，也帮我订了我自己要吃的冰，而且我听说我们家气质丽文跟你欧德是有很多贵的冰吗？ 他是烧仙草，他今天想要喝热甜汤，实在是你还吃了烧仙草，<laughs> 现场拿进摄影棚给大家看看，他不要。<laughs> 好了<啦>，<laughs> 你自己慢慢吃。因为呢，其实呢，我那天呢跟李文在讲说，我对于雪人兄弟这个冰店有几个很深刻的印象，其中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你把冰都先盖起来，哇，我怕它融化。<好>等一下要试吃的时候再打开来给大家看，<好>因为烤烘了还是会变水，對,對,对不对？ 我那个时候，哎、欸，等一下，我们要进广告了。直播没有停，广告的时候继续聊天，休息一下再回来。我要讲啊、喔，我那天其实呢，就跟呃，我那天其实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们家有做柜，而且也很好玩的是，我吃完了之后，过了一段时间，TVBS 的专访也出来了，对不对？对，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病。<對>我听说他们拍了几个小时，他拍了九个小时，播出来几分钟。 播出,播出来十分钟，播出来十分钟，九个小时十分钟，<laughs> 真的是一步一脚印，<laughs> 实在是大家都没有想到制作节目这么这么丁精啊，对不对？对，对这么丁我们也非常惊讶，原来得金钟奖的节目就是这么的专对呀、啊，九个小时只剪了十分钟，<laughs> 可是之后他还有播出长节目吗？有吗？没有，他就是有一直在重播。奇怪，为什么有人讲说你们家是？ 啊、呃，有一个在科技大学，对，科技大楼啦，对,天天对不对？对对他说他你们家有 Oreo 焦糖酱牛奶雪花冰啊，所以你们家不是老 Coco，、哦、因为他今天带来的都是老 Coco 哎、欸。我们总共有将近三十种配料，好，等一下来讲哦，等一下来讲哦，对对对因为你知道吗？他居然讲了这个叫 Oreo。 <對>焦糖酱牛奶雪花冰，<對>我讲说哦，我第一次去雪人兄弟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们家的贵，呃，所以呢，呃，丽文自己给自己订了一碗烧仙草，帮我订了一碗。他说：“丽小姐，我帮你 order 了一碗，都是贵的冰。”我说：“我不要，我不要，我喜欢吃甜豆子，因为甜豆子这件事情。” 糟糕！我今天没有带甜豆子来，<laughs> 他现在很坏，我只有带红豆汤甜。甜豆子的这件事情一定要好好的讲。等一下，等到直播，等到广播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要让 <laughs> 我要让同城公开做一件事，不要脸的事。我要要要求 <laughs> 让他做不要脸的事哦，听众朋友，你们不要离开哦，有不要脸的事要同城做。他居然没有带豆子来，这是一个。 感恩豆，对，这是感恩豆，<laughs> 真的。等一下，你不要 <laughs> 感恩红豆汤。你不要讲，这是一个感恩豆，他居然没有带。<laughs> 可是呢，他带来了一堆糕，好，因为我记得我上次去的时候，我就有看到黑糖糕，然后还有就是大家所看到的这种婚柜啦，对不对？对，这个就是很经典的婚柜。可是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婚柜的颜色跟外面不一样哦。外面其实有的婚柜有荧光色。 对我这样讲，荧光色可以吗？<laughs> 亮亮，就太亮了，亮亮的荧光色。<对>然后他们家的黑糖桂就这个哦，看哦，他们家还有杏仁桂，很特别哦。好来哦。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是主持人王瑞瑶。今天邀请到的是秘方雪人兄弟甜品店的老板郑同城。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跟大家介绍他们家的雪人三兄弟，因为他们是三个兄弟一起做冰店。听好哦，三个兄弟没有女生哦，男生真的有那么爱甜食吗？我自己并不知道。可是当我看到了同城之后，我就说同城原来吃甜点可以返老还童哦。<laughs> 他呢，总是让我觉得好像是高中生在创业哦。有听众朋友留言留言说呢，他们家住在科技大楼的对面，他每一个礼拜要吃一到两次他们家的 Oreo 焦糖酱牛奶雪花冰。所以换句话讲，秘方雪人兄弟的甜饼不完全是大家所想到的老 Coco 的冰。因为我看到了 TVPBS 的介绍，我吃了你们家的冰，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们家好会做贵哦。 他们家把这个柜也放在一种竹蒸笼里面，可以看到大家经常最熟悉的婚柜，现在现场就有，大家追上直播就可以看得到。今天我们有开直播，直接上王瑞瑶的《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业，按赞就可以追上直播。给他们家的婚柜的颜色，呃，没有荧光色。 对不对？对，这个荤桂为什么会有这种黄的颜色？它是中药，叫山栀子或黄栀子。哦，它长得有点像枸杞，就是红红的一颗硬硬的。 它、啊、泡在水里面，嗯、<哼>它就会有颜色出来。所以它的颜色，我记得它的颜色出来很像番红花的颜色了，<對>就是有一种橘橘的、橘橘的。然后可是不是亮亮的，亮亮其实是有一点像色素哦。對對對所以大家其实从颜色就可以辨识。對對對还有一个叫做黑糖桂，黑糖桂就真的哦哦,哦，对对不对？對對,对对。然后最有趣的是呢，他们家除了这两种桂之外，有一种桂被特别。 特别介绍，因为它的位置放的比较高，而且用玻璃罩罩起来。我那天进到这家甜品店的时候，我就说：“哦，他们家手制的东西让人家印象很深刻，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买现成，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做。<對>那这个杏仁贵又是怎么回事？”杏仁贵是因为我妈妈喜欢吃杏仁，然后所以我们就想要做一个杏仁的甜品。嗯，但是因为。 外面一般店是都是卖杏仁豆腐比较多嘛，它其实不是很像，很像那种萝卜糕吧？<對>你们这个外观比较像是这种素素的这种，一点点长长得有点像那个客家萝卜糕、嗯，对，是不是素的嘛？對對,對,对对，没有加料的那种，對,对对，所以你们就自己研发吗？对，然后这个其实也是素的啦，对，哦、这个是我们研发的时候做了大概五六十次吧，才做出我们自己想要的口感。嗯，嗯对，然后我们研发的时候也是请很多。 人来试吃这样子，帮我们做盲测。好，因为呢，我那次呢在跟同城吃饭的时候，同城讲出来一个秘密。他这个秘密讲出来之后呢，我就有一点生气。我说呢，TVBS 采访了你九个小时，你有讲到王瑞瑶三个字吗？有，有吗？因为他九个小时只剪十分钟，他没有把王瑞瑶三个字剪进去。<laughs> 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雪人兄弟跟我有关？你会分我干股吗？<laughs> <laughs> 是，来讲一下创业的故事。就是这个店呢、啊，是因为我跟我弟都喜欢吃冰嘛，那就是我们住的地方没有那个我们喜欢的选料的冰店，所以我们就想说开一间。嗯、那其实开想开店，这个是我们从小就一一直想要做的事情的。那、嗯、後,后来因为年纪越来越大、啊，就觉得啊，如果再不出来做的话，可能将来也没力气做了。嗯，所以就大家就毅然决然就是。 都辞职对，然后就是开始三兄弟都辞职，呃，没有没有没有，就我跟我弟这样子，<好 S 2> 然后我还有一个姐姐啦，我还有一个姐姐，嗯、我们刚开店的时候，姐姐也是都来帮忙的，然后我们就租了一个厨房嘛，大在那边研究煮这些配配料，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花了一年的时间，店开了吗？<對 S 1> 那时候还没啊，所以你们并不是一边实验一边开店，呃，客人不是你的白老鼠。嗯 开了是以后呢，我们有研发新的东西啦。可是其实我们大部分东西是开店之前就全部都已经研发了。可是甜品店其实有几个东西一定要煮的很好啊，其中有一个就是什么蜜红豆啊、<對>蜜红豆啊，这个就是现在正要讲的。大时候呢，因为我们要都是素人嘛，所以我们就是到处去找食谱。嗯，那我就在网络上搜寻食谱的时候，就发现。 瑞瑶姐有部落格，嗯、有教人家怎么煮豆子。<對> <laughs> 那因为我们其实试过很多煮豆子的方法，嗯，啊、用压力锅煮啊，或者是用普通锅煮啊，嗯、好，或者是用蒸的。但是后来发现瑞瑶姐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其实瑞瑶姐在。 不知不觉中就当了雪人兄弟的老师，<laughs> 就不知不觉就是雪人兄弟的顾问哦，我是顾问哦，我自己不知道。而且我那时候听到同城讲，他说因为你们发现其实还是用我的方式煮最好用，对不对？对,对，就。所以你们买了很多电锅。可以这样讲吗？电锅蒸最容易标准化，就是假如我们今天、啊。 嗯，譬如说我不见得每每每随时都在店里嘛，那有时候可能交给员工要弄的时候，嗯、电锅最容易标准化，嗯、煮出来又最漂亮。那你今天愿意公布你们家雪人兄弟的电锅煮蜜红豆吗？还是你要公布吗？就是其实很容易啊，嗯、就是。 红豆也是要先泡嘛，嗯，好、啊，因为豆油里面有一个毒素，需要泡水的程序，它才能去除。嗯、有的人行星杀、啊、鬼啦，对对对对对，先烫过也可以，还有两个方法都可以去除。嗯，然后接着就是放进去蒸嘛，嗯，好、啊，然后蒸了以后，蒸到那个红豆已经开了。 以后再半糖进去，嗯那半糖的时候要小心用筷子拌，因为如果你要搅拌棒下去搅的话，红豆都脱壳了。对呀，他就给你脱衣服了，不要用金属去处理啦，对对，对不对？对呀，有没有？那所以你会分我百分之二十的干股吗？我也要公开公开在这里要钱哦。可是我真的很意外，因为我其实不认识同城，我们那天是跟呃。 Apple 他们对不对？对。我记得那天我们还去吃了泰国菜，对。对然后同城坐我旁边，我那时候想说<对>奇怪，找一个高中生来干嘛？我说这是谁的小孩？<laughs> 我那时候还很好奇，就他就说这是雪人兄弟的老板哈、啊，我就觉得好好玩哦。所以等于是你们是素人创业，可是一开始就很成功吗？<对>因为你们家的店都在东区，对。现在几家？现在三家。然后第一家店到现在已经几年了？ 四年多，快四年多，快五年。年五年對,对对，呃，一开始就很成功吗？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排队了，因为我们可能一开始开的时间比较奇怪，我们礼拜一、礼拜四都公休，而且每天三点才开门。 哎哎哎哎等一下，人可能很期待。等一下，发生什么事？<laughs> 你妈妈有没有开始骂你们？怎么那么偷懒？开店一点都不勤快。<laughs> 因为我们开店的事，我爸妈其实都不知道 <laughs> 一开始。啊，真的还假的？对，那你真的是瞒着爹跟瞒着娘喽？是是。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直播没有停，广告休息一下。真的还假的？你们为什么不敢讲？ 对，因为我那时候辞掉公务员的工作嘛，啊，<那>谁投资你们？公务，我们自己存的钱啊。多少钱起价？你说开第店嘛，店那时候大概花了三百多吧。 哎呦，你们胆子好大哦、啊。然后，呵呵然后就是因为辞掉公务员嘛，怕爸爸妈妈担心、嗯。当然，公务员是铁饭碗，<以>你现在捧的是 <laughs> 你现在捧的是甜品碗，对对对，不一样的。那是快开店的时候，我妈妈才知道、嗯、然后我爸是我待开了半年，那时候已经开始上杂志啊，上报纸。有生气吗？呃，没有，就是因为你已经做了，他们做起来了，他们其实都是。 会支持我们，只是怕他们担心。好，听众朋友，我现在要先讲哈，因为刚刚在呃同城在讲的时候，我已经偷偷吃了这三个贵的啦。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因为我那天其实有吃到的是宝师傅那天有点黑糖贵哈。啊，因为严格说起来，我其实要老实讲，我其实在吃冰品的时候，我只喜欢豆子。好，就比如说我是一个很，你也可以说我很歪嘴啦哈，也可以说我。 对于这个美食哦，就很多东西让我选的时候，我的确也有选择障碍。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所以每次只要吃这个串冰，我的选项都是固定的。好，我绝对不会说哦，我今天想要吃荤贵我想要吃黑糖贵我想要吃杏仁贵我都要试新味道，我没有这个勇气。好，那所以我每次点冰的时候，呃，红豆我会选小红豆，然后呢，芋圆我也会选，芋头我也会选。 好，就是我的选项很固定。那天宝师傅有点黑糖贵，<對>在他的选项里，你看我又记得，对不对？對然后呢，我记得杏仁糕不知道是谁点，我有偷吃一块，就我偷吃了一块。然后呢，其实这三种，老实讲，这两种的质地很像，可是风味完全不同。<對>杏仁糕又是杏仁糕的感觉。<對>嗯 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秘方雪人兄店甜品店的老板郑同成，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冰、他的甜点、他的甜汤，还有他的故事。刚刚呢，在广告的时候，听众朋友一定要追上直播。我们今天在《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业有开直播，因为在广告的时候，王瑞瑶更忙。 没有停，嘴巴没有停，因为呢，刚刚其实就试吃了。<laughs> 现在大家透过镜头可以看到的，就是真正用质子，对不对？黄质子,子所做的荤桂的颜色，哈，然后用黑糖，好，它的黑糖很香哦，而且它这个黑糖是放进嘴里越咬越香，<对>不是香精黑糖哈的这个风味。然后这个就是很单纯的杏仁膏，可是有放一点杏仁精，对不对？有一个杏仁。 北杏，北杏哦，<对>北杏，它这个杏仁是我北杏比较多哦，就是有中国杏仁的风味啦，不是美国杏的味道。对对对然后，可是这三种质地是不一样哦，这个就比较像刚刚所讲的，我们所吃的贵咸的贵。<对>我怎么口水喷出来了？对不，不对？就比如说呢，这比较像咸的贵，然后这两个是 Q 袋 d 的贵<对>哦，可以这样形容吗？对，Q 袋 d 哦，而且我喜欢他们家的东西，他们家的东西的糖都很香。 因为这本身就有蜜糖进去，<对>然后这个呢本身就是黑糖的味道，<对>然后这个呢在配方里面就有糖的成分，<糖>对不对？对对那所以你其实吃得出来是完全不同，我吃得出来啦，我不知道大家歪嘴鸡吃得出来吃不出来。好啦，我们回到刚刚同城所讲的，他其实是瞒着爹瞒着娘，嗯、呃，瞒着爹瞒着娘，然后呢跟着他的弟弟。 呃，拉他弟弟下水就是这个意思。<对>然后呢，就一起开了冰店。<laughs> 然后呢，他们其实研究研究了一年多，开始大势底定了之后，就在东区开店。可是老实讲，你们的位置也不错哎、欸，在大安路上是第一家吗？<对>我那天去是第一家吗。对对，大安路的是第一间店。大安路那间是第一间店。<对>然后他们家很赶哦，就他们家有把什么东西都写在墙上。哦啊、我有看到你们揭露了一些，啊、呃，啊、吃冰必须要注意的事情。对。嗯哼。 那就是有一些秘方啦。那其实我们就是因为我们选择比较多，嗯、配料大概将近三十种了、嗯。配料将近三十种，对。然後除了刚刚三种贵糖水的话，现在冬天是两种啦，夏天的时候有三种糖水可以选。嗯、哪三种糖水？冬瓜、桂圆跟凤梨。梨冬瓜、桂圆跟凤梨。對,对对。冬瓜、桂圆跟凤梨。上次瑞瑶姐来我们店里吃的是凤梨，嗯、然后是是你那天在吗桂？我那天不在，是员工跟我讲的。 哦，你真的很厉害，因为我确定他那天不在。可是我那天 <laughs> 居然老板有请我吃冰，害我吓一跳。我说奇怪，怎么为什么会有人请我吃冰呢？<laughs> 因为那天他之后加加重呃，又做了一个那个冰，我记得是红色的，這個、对不对？对。他那个时候就是等于是我们都选了冰之后，他的冰上来。然后关键是在于我在雪人兄弟吃冰，我发现你们家的冰不容易融化。然后呢，即使装在这个碗里面看起来不多，其实量好大哦。 对啊，量好大。其实我们有的客人他就吃这个当正餐了，因为我们分量比较多哦。然后三十几种配料都是自己做吗？<laughs> 呃，有一些东西是跟厂商进的，嗯、<哼>但是大部分我们可以自己做，就自己做。因为刚才讲说在豆子的部分啦，<對>就等于是有一些是灵魂，有一些是关键。然后呢，你现场其实也有带来带来三种。 因为其实现场有一个是芋头哈，他<對>今天很可恶，他今天没有带来感谢红豆。<laughs> 感谢我的蜜红豆，不过他、啊、今天有带红豆汤，等一下给大家看。<對>好，我来重新排列组合一下。这是芋头，啊、他们家的芋头也很好吃。可是芋头应该跟煮的方式还有选料有关。<對>这个是小小圆子，对不对？汤圆，因为今天有红豆汤，所以带汤圆比较。这个呢，我也好爱这个、哦，這個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特色是芋圆里面芋头含量将近百分之八十，啊<哈>，所以越咬越香。 它其实不用咬，一吃<對>一吃就有感觉。不芋头精，因为有的是加芋头精，就是。 会有那个我不我自己很浓的味道，本身是不太喜欢芋头筋的味道了、啊。他们家的芋圆哦，<對>是你一咬一咬一咬芋头的芋头就跑出来了，因为芋头<對>芋头就散出来，對,对不对？啊，因为芋头比例含的比较高，所以越咬还有那个芋泥沙沙的口感，而且里面哦是混混哦，里面不是 QQ 哦對對對，就是芋泥的口感这样、哎。还有我觉得都好好吃，是因为都已经蜜过糖了，对不对？ 对，我们有加糖，而且我们在做的时候是里外都有加一些糖。我问你，做的时候有加面对糖这件事情，有人有意见吗？要去冰、呃、去糖，有有的客人他是不加糖水的，因为我们料都有一点甜味。嗯、<哼>那其实如果不加糖水的话，吃起来大概就是两分糖那样子。这是地瓜圆啊。<laughs> 对啊。 那个地瓜连纤维都吃得到，这个地瓜也是含量将近百分之八十。而且好奇怪哦，这个地瓜圆好地瓜哦，非常地瓜哈。通常都是吃这种原子的时候，你只在乎它的口感，你不会认为说它的味道很重要。对，因为恐怕有的就是加点色素，它就有这种颜色了。对对对，这个地瓜圆好像在吃地瓜。我跟你这样讲啊，因为其实我自己开店之前，我们开始在研究这些配套之前。 我自己有有有时候去外面吃，我分不太出来哎，因为就觉得外面的芋圆常常就是也像是颜色不一样，也像芋圆，对对对对，就是你闭着眼睛吃的时候，是是它可能有点吃不太出来，所以我们就觉得一定要做出来就是让它吃得出食材原味、嗯，很独特的感觉啦。<對>然后还有小汤圆呐，<對>小汤圆老实说，我最不喜欢小汤圆。哎<唉>呦，<laughs> 可是问题是小汤圆有学问吗？ 嗯，很香哎、欸。对，就是小汤圆呢，有的是为了增加它 Q 度，会里面加速熟粉或地瓜粉。你们家米很重，我们是纯米，我们是百分之百纯哦，很好吃哎、欸。对，所以越咬越香，而且会有那个米的甜味慢慢出来。而且我其实喜欢你们家用糖的态度，<laughs> 对，因为呢，其实在这个小汤圆里面，在配方里面应该就有糖了，对不对？ 还是因为它是纯米，所以我越咬越甜，<對>越咬越甜。其实是因为配方里面有纯米，所以是越咬越甜。然后你外面又、那個、裹了糖，那个对，外面有加一点点糖，其实很少啦。我们這样子一碗的份都加不到十公克的糖啊。还有啦，我并不是说你知道要挑剔糖啊，是因为现在的消费者都在挑剔糖。<對>可是我觉得你既然走进了是一个甜品店，<對>本来就是要加丁丁啊，对，对不对？对，这个也是我们、就是嗯、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啊。 我们是觉得甜品就是要获得满足，嗯，如果真的太不甜的话，就有点好像吃完以后没有那种满足感。是啊，对，但是也不是说要非常甜，可是至少就是你要吃得到甜味啊。嗯、而且你们家用的糖，我觉得都不错，因为我记得我吃完了之后，<对>我的嘴巴没有反酸。我其实<对>我自己喜欢，我自己蛮喜欢吃甜品，啊，可是有时候吃一些甜品后，吃完之后回味很差。 对，是不是？因为这些都是就是纯糖，不是用果糖啊什么的。嗯、对呵呵，好，你今天特别给我带来了芋头。对对。對 芋头是我们很受欢迎的料哦，不是你知道我喜欢芋头。<laughs> 我们芋头是常常十二点夏天的时候十二、嗯、点开始卖，可能不到两点就卖完了啊，真的还假的、啊？然后第二锅要六点才会出来。哎，可是你们家的芋头好白哦，大家看哦，我们今天直播 <对 S 2> 有哦，大家赶快上王瑞瑶的超级片。你们家芋头好白好白，对，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可是这其实跟季节有关。你先等我一下，我们要先进段广告，啊、因为有的芋头很紫，有的芋头很硬。 好像怎么煮都煮不烂，<對>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再回来哦、喔。哇，今天好开心哦、喔！<laughs> 我今天你知道，就就比如说在吃芋圆的时候，芋圆其实是一边咬一边咬一边咬，芋头的风味跑出来。可是严格说起来，我帮你准备一个，你可以自由搭配，然后再加糖水，那加错哦、呃。好好，啊、我我,我等一下，<laughs> 我拿我完工了，再洗水。<laughs> 然后可是我要跟大家讲，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最好吃的地瓜圆。 上次有一个日本记者也这样跟我讲，对，就是我有史以来，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圆哦、喔，都做的很，就是这种瘦长型，<laughs> 所以吃起来你不会觉得我给丢的感觉啦。<對>然后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因为芋头还没有办法这么咸味，我这样讲對,对不对？地瓜，地瓜本身很甜，所以地瓜本质就，所以地瓜很咸味，地瓜很好吃。我问你，有人来跟你单买材料吗？有啊，常常有啊，客人。 有的客人是他自己在家里煮了甜汤，哦哦、然后就来跟我们买料，因为啊，这个你们卖吗？我们买材料，你们卖汤，就是单买，我们就会当做他买刨冰不加冰的意思啊。哦，对对对，就是可以卖他一次，卖他四分料的。可是问题是，百分之八十制作上会不会有难度，还是只有成本的难度？制作上跟成本上都有难度，因为为什么？ 哦好好哦、到这个比例是因为这个比例它才有办法结成球，呵呵就是你要揉。那如果你再低于这个比例的话，你可能一揉它它就碎了，就散了嘛，对对对？它没有办法成型。好、啊，我们家去制地文刚刚给我拿一个大碗公，这个大碗公我等一下会交给雪人兄弟的同城，我要、啊、他帮我煮一碗王瑞瑶的。嗯 王瑞瑶的串冰专属，王瑞瑶的串冰，每一种料都要放到。可是关键是在于，其实没有感谢红豆，<laughs> 而且我要抗议。 T V B 要感谢红豆，还要感谢绿豆，感谢绿豆，只要是豆类的都要感谢王瑞瑶。<laughs> 可是问题是我自己其实有一点觉得有一点难过，难过的是今天没有豆，有 <laughs> 红豆汤了，红豆汤。我们等一下在制造差评的时候，我们先把同城今天带来的东西打开来介绍一轮，因为我很担心节目结束之后，他带来的东西有的根本。 还来不及介绍就已经结束了，而且呢，其实同城讲得很清楚，秘方学人兄弟一年四季卖的主力商品都不一样，所以你不要认为已经冬天了可以不用去他店里了，其实没有，对不对？对，我们冬天有很多热甜汤，其实冬天的客人是跟夏天的完全不同的，有<好>的客人只在冬天出现。等一下哦。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东区最红的甜品店，我们邀请到的是秘方雪人兄弟的老板郑同成，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刚刚给大家介绍他们家。今天他其实今天很努力啦我不能再怪他了，因为呢，他今天呢背来了冰。 背来了七种料，然后呢，还背来了三碗甜汤，对不对？还有糖水。对。对然后呢，呃，还有就是那一次请我吃的那次，应该不止请我吃那个。我记得那天你全买单了嘛？对、啊、是不是？是对啊，那天请了所有的朋友，<laughs> 因为瑞瑶姐是我的偶像。<laughs> 我那天透过监视器，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在店店里，但是我们会看那个监视器。我看到这不是瑞瑶姐了，看到一堵墙飘进来，两 <laughs> <laughs> 堵。那天宝师傅也在。我从那个瑞瑶姐还在报社的时候，就很常在看她的文章了。宝 <laughs> 师傅也是，是不是。然后加上我们那时候在煮豆子，在研究那些红豆汤、绿豆汤的时候，也看过那个瑞瑶姐的部落格。我突破了你的盲点。<laughs> 对，所以我看到她，好开心。我立刻打电话给员工说。 那个人我要请客、哦，原来你你已经看到我了，<laughs> 对我看到你了，我以为是你们员工好厉害，都会一直通报王仁友在干嘛，王仁友没,没有没有没有，王怎样我,我看到你了，哦原来是这样哦对，因为我刚好在看的时候就看到，哎、啊、太厉害，<laughs> <对>你知道现在有好多听众朋友哦，就有好人好多人留言说你们家的杏仁贵很棒。 等于是，谢谢谢谢呃，应该是讲说在冰品店里面，当然台湾有很多冰品店了、啊。阿、啊、远，因為你们家除了结合这种传统的串冰，还结合了这种甜汤，然后还有，呃，等一下，我要什么叫做 Oreo 原酱啊？我我想知道这种让我觉得、哦啊、是那个啦饼干对啊，可是你们家为什么会有一个这种很新颖的这种酱呢？它是焦糖酱加 Oreo 啦，只是它 mix 在一起的时候，个、嗯啊、那要放在哪里？就淋在雪花冰上吃啊？哦、啊，对。啊 所以等于是，如果遇到雪花冰，就有人有很多新的想法。我可以这样讲吗對？对，也有巧克力酱啊，啊这些之类。哦，原来是这样。等一下，这边有一个雪花冰可以吃吃看。嗯、好、啊，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因为我很害怕今天哦节目结束之后，他背来的东西没有打开来给大家完全看到。我们现在就要给大家看看，那天我进到了秘方雪人甜品店，呃，老板透过监视录影器坚持一定要我试的一款冰。<laughs> 这款冰你说叫什么？美国冰哦，对，有机美国雪花，有机美国雪花，现在有点融化，但是还是很好吃好。雪花冰是怎么回事？雪花冰就是加了牛奶吗？奶对对对，用牛奶，整颗是牛奶。可是问题是我想要知道，牛奶有程度上的差别吗？有，为什么有的人雪花冰白白的，有的人雪花冰半透明？半透明。 半透明的话，应该是因为它凝结的时候有分层才会变半透明。不是说它牛奶放比较少、啊？不是不是，因为它那,那个半透明的话，应该是它有沉淀，或者是它不是用专门的机器弄。哦，所以我误会他了。<對>我都一直觉得有一些的人的雪花冰的牛奶放很少。他可能是因为自己用自己的冰箱做的，因为他这个。 雪花冰，它那个牛奶凝结的时候会会沉淀啊。嗯、哼，对，水的地方会先结冰。哎、欸，等一下，所以换句话讲，同城，我要开一家冰店，嗯、呃，换句话讲，有设备投资吗？要啊，投资什么设备？就那些冰箱啊，然后制冰的设备啊，然后像你那个搅拌机啊什么有的没有的。可是制冰设备会不会是占所有投资里面最大的？因为你说你一开始开店是三百万。 对对？其实装潢当然是最大的啦，主要是装潢。装、哦、潢对，而且还是因为我第一次室内设计师，所以我們还比较便宜，对，省了一笔钱。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我弟弄的，然后而且他又很有想法嘛。其实这些料啊，嗯、我们在研发的时候也都是我弟在主导这样子。哦，原来苦力不是你，对我就是一直在煮啦、嗯、因为一直在煮。可是你知道，有时候自己煮到后来，你会需要别人给你意见，因为你已经吃太多。嗯 很像的东西啊！你今天多加五克糖，少加五克糖，那味道有时候开始会有点迷惑，需要有人指引。<laughs> 开始有一点迷惑，<laughs> <對 S 1> 所以换句话讲，其实在煮东西之的时候，其实包括了它的质地，还有它的糖度，也是经过一次一次的测试，对不对？对。然后我们都有请消费者盲测，我们是。嗯 就是要找亲朋好友，然后朋友的朋友啊，然后甚至到别人的店里面，然后请客人来试这样子。到别人的店里面请别人的客人来试，是不是冰店啦，<laughs> 不是冰店啦，就是朋友的店里面。所以等于是整个过程里面是很严谨的嘛？對,对对对，对不对？我们每个料都是做了好几十次才定案的。每一个料都是做了好几十次。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新闻让我有一点觉得很奇怪。我记得啊、呃，有一个那个新闻就是好像有人会去手手摇饮店买。 奶茶，哦，还是说要去买像类似粉圆？他们会要求粉圆要用水洗过。我那个时候好像有一个新闻是这样出现。粉圆的话，那就觉得很奇怪。对，粉圆要用手洗，它才会比较 Q，因为手水洗以后，它就会收缩一点。嗯、是消费者希望把它表面的糖洗掉，因为你看你今天带来的料哦，嗯、对不对？它其实都有赋于糖，<唉>对不对？对，哼、嗯、哼。 都有糖的元素在里面啦、啊，所以、啊、我会觉得说，对啊，就是甜品啊。对啊，所以等于是，如果我今天去点你的冰，我说，诶、哎，你帮我把粉圆上面的糖洗掉，你会不会揍我？我们可以点冰不加糖水。其实，如果你点爆冰不加糖的话，那。 它的甜度大概只剩下外面差不多饮料店的一两分糖而已。哦，那我们这个你有精算过？对，那我们热汤呢也有出一些无糖的热汤，嗯、<哼>像那个芝麻薏仁浆跟薏仁浆都是完全无糖的。哎、欸，那个赵董事长他就是很喜欢吃那个薏仁浆啊。哦，你公布了我们家董事长的秘密哦、喔 <laughs> <laughs> <laughs>。董事长嘛、啊，他他喜欢喝杏仁奶、啊，杏仁奶也是我们招牌。杏仁奶就很纯，对不对？因为你说你有很多北杏。對對對 还有感恩红豆汤，<laughs> 感恩你要你要把红豆汤改名，感恩红豆。好了，我不要再开玩笑了，因为其实今天呢，呃，同城有带来甜品，而且带来的是三碗，对不对？对，我们来把三碗打开来给大家看，它到底推荐了什么样的甜品？<好>其中有一个就是大家刚刚所讲的，<好>就是学人三兄弟，呃，上网查了很多，查找很多资料的红豆汤。 哎、欸，我这个梅果都来不及吃哎、欸，啊、然后我要给大家看这个梅果，这个梅果好明显哦、喔，有看到吗？有不一样形状的梅果哎、欸。对，我们是蓝莓、黑莓跟覆盆子，我们自己组的果酱，有三种哦、喔。它,它其实淋在这个雪花冰上面，好明显哦、喔，对不对？不是碎颗粒，<對>并不是碎颗粒，酸酸甜,甜的蛮好吃的，而且就比较健康的。哎、欸，好奇怪哦、喔，我为什么看你的这个梅果冰，<對>让我想到了那个有那种。 那个蜜饯的感觉啊，你们有那种蜜饯的类似四果冰的东西吗？蜜饯我们不叫没有哎、欸，有一段时间有人居然在跟我讨论四果冰，好、嗯，然后是拿四果？可是我觉得这样子的感觉好像以前传统的那种四果冰就是腌制过的啦。可是因为你这是自己煮的果酱，对,对对对。哎，广告居然来了，<laughs> 好来三碗热甜汤往前摆，我要拍给大家看，因为呢这里面有一碗就是。 赵董事长、這個、啊，帮我搬出来。赵董事长喜，哎、欸，啊、还有你们家甜汤本来就这么大吗？今天有多装？個三个料的碗就是这样子。我们假如我们可以选一个料或三个料，一个料是这种碗，三个料就是这种碗，啊、所以没有特别多装。哎、欸，可是看起来很大、欸。对对对，它其实是七百五十 cc，吃完一碗就饱了。对呀、啊，很大碗。<laughs> 听众朋友，你们先等我一下哈，因为我先把这几个贵的。 特写拍完了，因为呢，他今天带来的这些东西，我想拍特写给大家看。然后呢，我等一下再转给大家看他们家的热汤。可是我现在空气中已经闻到了很浓的奶香了。对，杏是杏仁茶，对不对？对对是杏仁奶。对,对，我已经闻到那个味道了。<对>然后一直有人在夸奖你们家，我再给你们大家看一次，这样这个贵，如果你不讲，人家还以为是李仁卖的那种素的贵，<laughs> 素素的贵，没有，没有，没有。 呃，它没有抹粉，对不对？没有擦脂抹粉，哦，闻起来很香。对，好，所以应该是说它所使用的南北杏的比例很高，所以它的香气很浓很足。呵 <laughs>，来哦，杏仁奶，我转变我的角度和大家看机嘞，<好>你看，就这三碗哦。 而且呢，量还蛮大的。这个是我们三个料的碗，店里三个料的三个料的。对，我先拍，哎，这样好米老鼠哦，<laughs> 噔,噔噔噔噔，看一下质地哦。哦，哎，<对>冬天啊、哦，如果要喝杏仁茶，就去你们家那里买就好了。对，很多人都跟我们说，喝完以后觉得好幸福啊。对啊、哦，不用自己打了啦。<laughs> 对。 是不,是不过现在稍微有点冷了，因为等于是已经拿出来一个多小时了，嗯、就比较久。这个是芝麻薏仁浆，啊這個、这是完全无糖的。哎、欸，这个芝麻薏仁浆看起来头发会黑黑，<對>还有听众，对不起，我打到镜头了。还有听众朋友，大家知道它其实芝麻，你看它的颜色，还有它的质地哦，因为芝麻是稍微比较燥一点，嗯、所以我们跟薏仁一起打，这样可以综合一下。 就是你吃起来不叫不会像吃纯芝麻糊那么油，家又比较健康。好，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今天邀请到的是秘方学人兄弟甜品店的老板郑同成，来跟大家介绍他们家甜品店春夏秋冬到底卖什么，大家在追逐什么。现在如果大家有追上王瑞瑶的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业的直播镜头，就可以看到对着三碗甜汤，第一碗呢就是给大家看到的杏仁奶。 好，因为呢，其实要给大家看的是它的质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黑芝麻薏仁薏仁浆，<對>你是这样讲吗？對,对对。我们刚刚再重新讲一次，为什么黑芝麻要跟薏仁送做堆？因为芝麻它本身稍微比较燥一点，那薏仁是比较凉的，嗯、所以打在一起它比较综合，嗯、喝起来就是更健康、更养生，所以它是无糖的产品。可是我觉得消费者听到了薏仁，好感度应该也很高，对不对？对，因为又美白嘛，所以这一碗。 又让头发黑，又美白，又可以瘦身，对，又去水肿，对又可以利水。最后一碗给大家看，这个就是感恩红豆汤。对对，你看这个红豆颗粒是很完整、很漂亮的。而且我刚才在捞这个红豆的时候，觉得好开心哦，因为这看起来就是一碗很好喝的红豆汤。而且刚刚童城有讲，他其实已经离开了他的店，已经一个半小时，因为要来上我们超级美食家的节目。然后呢，呃。 可是现在温度感其实还很好哦。好，我们现在只剩最后一段，我好紧张哦。同城，我的碗工给你，好，因为同城今天要帮我做一碗冰，<好>而且在现场帮我做一碗冰，<好>因为他今天带来了七种配料，还有糖水。哎<對>、欸，你等于是在超级美食家直接开王瑞瑶专属的雪人兄弟店，对不对？是淋上我们的桂圆糖水。你说你冬天的时候只有两种。欸 冬天是冬瓜跟桂圆，那桂圆糖水是那一天宝师傅有吃，上次瑞瑶姐是吃。而且大家看哦，它的这个桂圆油料哦，<对 S 1> 有看到吗？对对对对好，接下来你要帮我排美美哦。嗯、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们家就是呃芋头用量百分之八十的芋圆，对。然后还有就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地瓜圆，这个都是他自己本身的颜色，对,对不对？对 这个是用台农五十七号地瓜做的哦，台农哦，所以等于是你也不会因为颜色而去选比较水，然后比较深的地瓜，對,对不对？你不會台农五十六号是比较橘红色，那、哦、个颜色其实当然也是很讨喜，可是因为五十七号比较香，哦、嗯，可是五十七号最大的麻烦就是它纤维比较多，嗯，所以在我们在做的时候还要把那个纤维挑起来。可是问题是，呃，消费者有因为知道纤维而客数吗？ 不会有客人曾经以为那个是头发，白头发，那个头，那个那个那个，其实白头发，对啊，就是不是看得出来是纤维？对啊，看得出来是纤维。可是我觉得如果有知道纤维，应该要很高兴啦，就表示这是原食材，对不对？对对。好，给大家看一下，他给我拼凑的这个就是黑糖桂，对，黑糖桂哦。然后还有你们家其实蛮细心的啦，我觉得你们家的这些配料都是一口大小。 <對>就是都吃起来很方便，还有芋头。哎、欸，你还没有讲完，你们家芋头为什么那么白啊？哦，这个其实跟季节有关系啦。哦、我们有时候也会比较红啊。哈哈<呵>，对对对，因为不同的一，一然后而且芋头这个东西它比较麻烦的是，像冬天呐、啊，嗯、它芋头生长的比较慢，嗯，它就比较硬，嗯，比较不好煮。然后夏天的芋头就比较松软。有人讲说啊，芋头只有一半可以用，你们家是一半丢掉吗？对我们所有靠近那个皮的地方。 都消掉，所以我们就是比较欲行长。等一下，我那碗有小汤圆吗？好，还没有，还没有加完，他还没有加完。<laughs> 我心想说，他要拿给我了吗？那我的小汤圆呢？我的小汤圆为什么不见了呢？我好坏啊！然后我可以勾一点红豆出来吗？好、啊，因为呢，勾出来的红豆大家就知道耶，yeah, 红豆勾一,勾一点，勾一点，不要太多，因为我要喝红豆甜汤。啊、你看我们很贪心，嗯、好点点。 好，同城，你继续讲，<好>我要继续吃冰了哈。现在是我吃冰的时候。你们其实推出了这样子三十几种料，有的有被你淘汰掉吗？其实我们有冬天的配料跟夏天的配料、啊。嗯，像这个汤圆就是冬天的。嗯，夏天的话，我们只有小汤圆。然后夏天还另外还有凤梨啊之类的。啊、所以等于是我因为我这个季节吃不到凤梨的糖水，是因为它季节性没有这个东西。 是,還是比较不,不是因为那个它凤梨比较酸呐、啊，那、嗯、它跟甜汤比较不搭，跟热甜汤比较不搭，啊、所以夏呃冬天点的人也比较少嘛。嗯、<哼>对，那因为它那个我们里面没有再另外放防腐剂什么，嗯、<哼>它就是容易坏掉了。我问你，没有放防腐剂在夏天会不会让你很困扰？<對>大家知道芋头好容易坏掉，大家知道吗？對啊、芋,頭芋头早上做晚上就坏了。对对对，像那个。 芋头的话，我们就是都是早上呢，要整个就是把它整个重新煮过了，嗯、就是这样子才才不会坏。这样子啊，我吃了，你就继续说啊。啊可是我们在讲说开店的时候，<後>一开始你们就很红，是因为你们决定了开店的时间跟别人不一样，你们会这样认为吗？是饥饿式行销吗？呃，有一点点啦、啊。<laughs> 可是我们其实也不是故意要这样的，是因为我们煮来不及，因为。 一开始我们說的东西都是早上煮，其实都是早上七八点就去煮了，但煮到三点才有办法开店。我等下，我现在二十格一下。<laughs> 同城真的是老实人。我刚才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戳破了，所以同城，你知道，忽然间一下子顿住了。<laughs> 如果不是老实人的话，你知道，就有很多很多很多话术可以讲。所以你们坚持每天早上，而不是前一天煮吗？对对对对对。为什么呢？好奇怪哦。 就是你们可以煮很多冰起来啊！啊，有的东西可以啊，嗯、像因为豆子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先先处理这样子，嗯、因为它比较不会坏掉。可是芋圆、地瓜對對對这些那些圆就不行，那一定都是要当天先煮的，不然的话放、哦、的话它也是。 那个软硬度也都会不对啦。哎、欸，你们家的那个桂圆糖水好好吃哦、喔。对啊，每<且>天保持不止。对、啊、而且你们家的桂圆糖水的桂圆还有甜的味道。對啊、有的人在煮桂，像我在家里用桂圆煮糖水，桂圆之后都变成了一种膨胀到很大，然后没有味道的一种材料。哦哦我这样讲对不对？对，可能也是要用糖鲜蜜果啊。哦。对，它才会有味道。哈哈<呵>。对，我现在已经在这里吃冰了哈。<laughs> 还有。 一开始瞒着爹瞒着娘，糟糕，我嘴巴里又有东西了，对不起啊、哦，因为我在吃的是芋头。一开始瞒着爹瞒着娘，然后呢来开冰店，然后等到有人报道之后，爹妈才发现，所以他们才来吃你们的冰。妈妈是快开店的时候就跟他讲了，那时候已经就是整个店都装开始在装潢了。嗯，那爸爸的话是大概开了半年多，那时候已经上报纸杂志了，以后他看到报纸才发现吗？ 没有没有，我就直接把报纸拿给他，<laughs> <laughs> 就说：“哎，我们开了一间店。<laughs> ”可是我觉得妈妈应该很开心啊。 为什么？因为一开始是怕他们担心啦，所以才没有跟他们说。我说妈妈很开心的原因，是 <laughs> 因为有一个有一个杏仁糕是要献给妈妈的、啊？<laughs> 对啊，那个杏仁奶也是啊，就是、杏仁奶也是。对，因为我妈就是很喜欢吃杏仁的东西。哦，她本身就是杏仁控。<對>可是你妈妈，就比如说你们两兄弟都很喜欢吃冰，喜欢吃甜点，跟你们的家庭的饮食有相关吗？你妈妈平常就会做这些甜品给你们吃吗？ 我妈她会做咸的小吃，可是甜品还好。我们是因为觉得吃冰是一个很欢乐的事情。嗯，小时候每次我爸他们带我们去吃冰啊，大家就觉得很开心小孩子能吃冰吃糖就很开心。当然啦，而且其实有料有好多料可以选啊。对,对，就有一个快乐的连接。嗯哼，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会想要开这个店，就想说要开自己喜欢的东西，比较能。 做比较久的、哦、王润瑶不需要有快乐的连接，王润瑶现在跟很多快乐在一起，<laughs> 因为我现在喝的就是杏仁奶。对，然后所以哦，哎、欸，这个是符合大家期待的杏仁奶啦。<對>因为有的时候有的人会把杏仁的比例加的很重很重，那、嗯啊、当然普通是没有杏仁比例很低，然后就半透明了、啊、對,对对对，哦、跟价格有关嘛。可是因为你们这个奶也很香，<對>杏仁的味道也很重。對,对对对，嗯。 所以这个算是我们冬天的明星产品，嗯，就冬天烧仙草啊、杏仁奶啊、红豆汤这些都卖。烧仙草我没有吃到，烧仙草，<laughs> <laughs> 助理小姐在制。我们家的制作人 <laughs> 吃完了吗？刚刚我们家气质立文 <laughs> 特别给自己 order 了。<laughs> 我们的时间到了，<laughs> 已经结束了，我们还在一直讲一直讲，因为听众朋友，我现在就是逐步在适应他所讲的这些很独特的呃热甜品。 对不对？你们那个杏仁奶一定大家都喜欢。对啊，这个是完全无糖的、哦。等一下，你们很大胆呢？对，完全无糖。黑芝麻的薏仁完全无糖。对，可是如果加上这些料，就会有点甜味。尤其是你看，如果加上哦，目的性是这样子。对，你等我一下，你看，因为我要给大家试喝，你给我一个汤圆。对，因为他这样子。 你在吃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是、啊，我知道了，就在吃芝麻汤圆，然后不是，就等于是甜度你自己决定了吗对,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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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挑很多豆的话，它就会比较甜一点。呵呵然后你如果不挑豆的话，它就是真的完全无糖。哦哦，我知道，对，甜的是汤圆，对对不对？对，就是料料会带给他甜度这样子。哎、欸，我觉得这个。 这个应该是所有大人会喜欢的甜品，而且这个比较不会腻。黑芝麻艺人应该也是，就是很在乎。就比如说，他不喜欢吃甜，可是他又不愿意放弃甜品的人，他就会选这个、啊对。对。 对对，对不对没有错。那如果喜欢吃甜的人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帮他加糖了。嗯，对啊，因为我们店里箱就是还蛮克制。可是问题是加加糖的时候，质地就不会这样勾勾了。我喜欢是他这种，<对>好像那个芝麻糊一样。<对>而且它的芝麻糊并不是用粉，它<对>这个糊用的就是薏薏仁跟芝麻打出来，对不对？就是、我们这里面完全没有加粉，是整颗的薏仁去。 好悠哦，我喜欢这样子的口感，而且我觉得比例抓的很好。为什么我会讲比例抓的很好？因为老师讲艺人有一个味道了，黑芝麻如果量很大，黑芝麻也有一个味道，对对对,對。嗯，讲难听点就是蟑螂味了，可是它完全没有。<對 S 2> <laughs> 我可以讲吗？蟑螂味，对对，蟑螂味。真,真的有时候开那个那个芝麻的，对呀，会有那个味道了，冒出一个蟑螂味，它会有那个味道没错。哦，他们家的红豆汤好吃。 这是感恩红豆汤，当然要好吃啦 <laughs>！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他们家的红豆汤好吃？他们家的红豆汤的，他们家红豆汤的皮都软了。对，它等于是里外的口感是一致的。对，我们就是很怕吃到那种、就是、硬硬的皮，只有皮，咬下去都好像只有皮感这样子、嗯、就不好吃、哦。很好吃，很好吃。对，这个是因为那个豆子是用电锅蒸出来的。嗯。 哦，煮到出神入化了。好了，听众朋友，我已经吃饱了。<laughs> <laughs> <laughs> 我们先让同城先告诉大家，雪人三兄弟三个店各在哪里？我们大安店在大安路一段一百九十四号。那那个和平花园店在和平东路二段三百一十一巷三十弄十二号，在科技大楼站。 哦，oh, 捷运科技大站出站，大概走路两分钟就到了。好，第三家呢？第三间店在那个光复店，在国富纪念馆站，在光复南路两百六十巷三十一号。嗯、哼、嗯、哼，啊，<對>今年还要再开店吗？我们现在有在继续找点啊，嗯、<哼>对，但是不就是因为要找到适合的点，也不不确定是什么时候，所以还没有确定的时间，可是有在进行。好，现在还是下午三点开店吗？ 现在没有，现在是十二点半以前就会开了。哦，因为对，等于是制作的人做的人变多了做的人变多了，现在请比较多员工帮忙而。而且而且 SOP 的流程也比较明确了，对不对？对对对,對。哎、欸，他们家的红豆汤会爆沙哦、喔，<laughs> <對>我刚才其实吃在嘴里用力一压都爆沙了，好开心哦、喔，對,啊、对不对？我们很红豆汤很浓郁，非常浓郁。 而且很有口感，而且我喜欢你们家的这种甜品的糖度啦，因为如果红豆汤如果不甜的话，它有一个涩味会跑出来啊。红，为红豆汤这个事情有，有曾经有两个客人在店里吵架，为什么？有一个客人他就说我就是爱你们家红豆汤够甜，嗯，够甜才叫红豆汤，嗯啊、不然不够甜才叫红豆汤。啊、那另外一个客人就说、嗯、啊，他如果觉得糖度再降一点更完美。 更好，對對他一两个人就在店里吵架。我就说啊，其实其实跟你选的料也有关系。嗯，像现在瑞儿姐喝的是清汤，嗯、其实清汤大概就等于是外面的饮料店的那种五分糖而已。<是>其实她也没有说非常甜可。可是你知道，他的这个红，他们家这个红豆汤哦，<對>好玩就是好玩在它加糖的这个感觉，会让你一直喝。对，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因为比较甜的东西，你喝到了一定的程度，你会停水，会腻，對会腻。 所以我们这个其实它清汤的地方大概是五分甜。嗯、那如果你喜欢吃甜的人，就你就加豆子。加你加豆子的话，就,它就可以更甜了。譬如说加蜜红豆，哦、或者是那个蜜大豆这样子加它，豆上加豆了。对对对，就越甜。那如果你怕甜的人呢，你就选什么白木耳啊、麦角那种没有什么糖的料。 它甜度还可以再更降，欸、所,以所以就是很弹性。我们店就是很弹性，所以等于是听众朋友，你们知道了吗？嗯、当你们今天在吃甜品的时候，嗯、觉得它太甜或者是不甜，其实是跟你的选料有关。是没错，没错，沒对不对？选料就是决定你的甜度，这样。嗯哼，<對>好，谢谢同城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嗯、<哼>再扫一次给大家看。謝謝今天超级美食家直接就把雪人冰店带进来。 我现在已经在想什么东西，我要直接加盖打包带回去。谢谢同城，我们下次再去萨瓦迪卡吃饭。<laughs> 好，谢谢谢谢瑞老师，我好喜欢萨瓦迪卡哦。可是好吃啊，它好吃真的吃。请不来萨瓦迪卡，他们非常低调 <laughs>、哦。谢谢同城，我们下次吃完饭之后，你知道一样再去吃冰，再去玩耍。好好好，谢谢，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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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